恭请圣尊为与会大众做大威德金刚法灌顶，含有皈依结缘灌顶。灌顶的路线是从伽蓝尊者这边进来，再从韦陀菩萨那边出去。灌顶时，请大家手结大威德金刚手印，一心持诵大威德金刚行咒，细心观想与大威德金刚合一。
里的同们，请你们尽快过来接受灌顶，灌顶即将要结束了。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圣尊慈悲赐受大威德金刚法灌顶。做观想大礼拜，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。嗡啊吽，观想顶礼，回天心善引。二拜诸菩萨。嗡啊吽，观想顶礼，回天心善引。三拜诸护法金刚。嗡啊吽，观想顶礼，回天心善引。四平等一起手。护摩法会圆满吉祥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，感谢师母、诸位上师、教授、师法师、助教与大家的护持，以及网络直播现场观看的观众。请我们等一下五点钟，我们会在护摩的大殿跟师尊一起同乐。如果大家有时间留下来的话呢，请大家一起跟师尊在护摩大在彩虹山庄的大殿跟师尊娱乐。然后呢，如果是留下来的同门，请你们不要排队，请师尊加持，因为在娱乐之后呢，师尊会为大家摩顶加持，谢谢。网络直播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阿弥陀佛。 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. Thank you for viewing.